咁你咧初初開始做嗰時個感覺如何？個心情如何啊？咁我知做呢個 treatment， 咁我又少少緊張嘅，但又唔會好犀利嘅，因為都越要放鬆啲嘅，因為我諗 越放鬆咧，就對你同我都會最好嘅個狀態。咁另外我又覺得頭先一開始冇乜大反應嘅，其實即係感覺可能因為有 gel 咧，好似即係有啲即係入嚟啊或者離開啦，感覺好似都唔會話好似有種痛嘅感覺咯，不過就有啲啲。土谷谷嘅，嗰只感覺就似想大便嘅，係啊，熱唔熱啦？少少暖，你話好熱就唔係。會唔會喺出邊暖啲，定喺入邊暖啲，定係點樣咧？我覺得係局部位嘅。頭先其實我而家唔知係出定入 ，feel 到應該係出嘅，應該出嗰個位就係熱啲嘅。你 feel 到喺度喐緊？係啦係啦，而家呢個位就熱嘅，我 feel 到暖嘅，出啦。係，但如果你話而家慢慢入啦，我一入俾你睇，慢慢入。入去子宮頸的位置，因為整個都在個陰道上，我現在慢慢出了。哦，我想入就不太覺，真的入就沒什麼，跟住出就反而先覺，而且出就會覺得那個谷的感覺會明顯一點，好像是的，其他東西都 OK 的。是啊，好啊， good 啦，挺好挺好。其實平時做多久的？八分鐘。啊，這個整個 treatment 八分鐘而已？入面啫，出邊又可以乖做完十零廿分鐘啊！即係做陰唇嗰度乖做耐啲嘅，係啦。我以為哇咁快咁好，八分鐘咁，但係記得每個星期要過嚟咯。哦，如果唔係個效果就會爭啲嘅。即係會食個 lunch 就得噶喎，好快噶！如果真係講緊個陰道啊，快嘅，同埋好 safe 咯都。係啊係啊。係啊。冇乜特別大。姑娘佢哋都會幫手嘅有時。咁最緊要即係一定要消毒衞生咯，成件事。有冇人自己係剃咗毛先嚟？有㗎。都有個嗬。大部分都會自己剃咗毛，因為如果做外陰咧，你有毛咧 ，contact 唔好嘛。咁我想個 contact 喺最好狀態下，希望去到40多度，咁佢先真係生到 collagen 嘅。哦。係啦。